滚下来。阿旭，下来就下来，也犯不着打我呀。你说话我还敢不听吗？阿旭啊，你来了，喝一口。你跑哪儿去了？刚才我看见俏罗汉了，毒蝎他有这趟浑水，肯定没什么好事。有没有毒蝎，今日之事都定难善了。只要火别烧到咱成岭身上，关我们什么事儿？毒蝎上次掳走成岭，细想之后，事情有诸多蹊跷。那还不是为了琉璃甲吗？阿旭啊，你就别瞎操心了，安心看戏吧。我看高盟主这场舌战群雄的大戏呀，后面还有惊天反转，咱们且看精彩。哼，眼看他高楼起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。哼，高虫、丐帮、鬼谷、天窗，还有毒蝎，由头至尾，争夺琉璃甲一事，一直有毒蝎的影子。毒蝎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？若我所料不错，鬼谷和毒蝎已是蛇鼠一窝，戏院抛尸之时，就有毒蝎刺客秦松的影子，还有赵家义庄中受恶鬼驱动的诡异药人，也在毒蝎分舵大批出现。老温，啊，这场戏有人在背后做局，此人图谋深远，包藏祸心，不好吗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自作聪明的局中局，你我才有这么妙的热闹可看呢。你所谓的热闹，少不了无辜之人的鲜血，这也是你想看到的吗？无辜？这些人哪个敢称之为无辜？不过阿旭，你说对了，我想看的正是这种恶狗争食、血流成河的大热闹。哼，哎，说什么鬼谷不鬼谷的，别再避重就轻了，请高盟主拿出琉璃甲，打开武库。哎，各门各派拿回自己丢失的秘籍，再掏鬼谷，岂不美呀哉？这世界很酷。